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晨。从我可能不会爱你的陈又青杀青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其实女人的三十岁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，因为她在成熟度上更好了，然后对美丽的追求还是不懈怠，对内在的追寻才正要开始，所以对我来说三十岁是充满了可能性，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。今天点福州刊，我的时尚生活周刊。